这么清的心啊，咱是顺着正法的灵魂，咱才有这么清的心啊，开咱这个道场，是咱这个法来引啊，咱世间的心走出着清净啊，真理的天性。使咱回庙天灵，是咱安静这条灵气，这是元天的本性。咱爱行向清家己的心，真元的灵气，落定顺无性，现着原来这条灵魂。这个是咱的天性，母娘伊教咱安静，是上苍这点心，咱倒转来原形的心意啊，转到咱瞬间现的情，这是无形的天意，咱来行向清家己的心。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我以清界这条心神啊，走回这么顺的灵气啊，一点的顺失的灵性，咱来转回来无形啊，这个灵魂是灵伊的本性，导致咱现世。的心啊，这个天理只有靠咱的脑中心，铺出着先天的决定，我才有这条回母的灵性，一点会清这个灵气，伊向着咱个人的心定会在，真元的灵性。转动的先天的清净，咱有无形这条灵魂，是上苍这点气，咱要有这么顺的心神啊，这是咱转入清净的本性，嘛是来讲到这个法这么顺。我爱是清家己，在世间，我爱是清净这条心，走向咱的无形这个天界，安尼我才会当讲顺着清净的本性，咱带有原来这个清净，拢是咱上界稳定这条灵魂。这条灵气真元是天意，照着咱无形这条灵性，咱只有讲通顺这么清净，是咱的心嘛，照着这个气场来引，我才有这个电波发射，啊，这是咱元灵的本性，嘛是咱即卖心的灵感。我用着这种气场来传出着无形界，这个能量是咱瞬间这条灵气，引着咱肉眼看袂到的，这则是咱顺着心内底，咱本来执着迄个原性，拢是对原，安尼咱才会当转来。无形这个天性啊，真元是灵气，落灵是顺性啊。有咱一条正法心，转咱有秒现世情。我以清净这条灵气，使咱清净中的元灵。是咱有这么稳的灵性，
你才会当达到遮尔清的神哦。这是道咱叫做阿母啊，所以讲用简单拢叫做母娘啊。啊，无爱讲咱道中的源头，这个源母啦。这才是咱道家的灵气，因为咱这根气是对先天降落来啊。咱才有这种气场啊，这种道味啊，这个力来伫遮释放。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意，老母娘娘落伫咱这条元灵的，咱才会当讲出家。在世间，咱的心清净啊，一条会当顺到天顶，咱才有这尔啊稳的灵气来传着虚空。无形这个大世界，真灵是天性，现咱身家则是天命，有咱元灵的真啊，啊，这才是咱的出家定性，嘛是咱老母伊这么稳的灵气呀，这是咱清净的顺性。嘛是咱阿母伊咧讲个天神呐，灵源是灵天的心，转咱有庙则是神，依咱有正一条灵魂，转个遮尼清净的心意呀，天源有庙有路性，转着咱清净的本心呐。有咱一点灵魂的灵气，这是咱顺着通天的本性，咱来看着清净本性呐，真源的灵觉，现来清净的心呐，无形的天意，做咱一条清净的心定。灵魂老照发生啊，因咱心中本性，回到真源的天性，咱只有行心中这条路程。我爱是叫着灵，顺家现世生啦，是咱以清净这条灵气，引着咱的心。这条命路，我有这点清净的天界，使咱灵源现开来啊，是咱母娘伊的真意，使咱清净的本性向着真顺这条源啊，这个天意就清咱的脑神，我照母娘。定一条，现世界灵气，咱爱行向先天的顺性啊，真源的灵气，回转先天道性啊，转咱无形的灵界，现着清净顺性啊，这点有稳定。的天意，咱爱行向先天顺心，有咱显露上天神啊，转咱这么精的本性，真源的灵性，转着清净这条本性，阿母啊，有这么啊顺的灵气啊。我才带有清界的心灵，是咱在世间咧讲的真源啊！我再来讲顺着母心，这是咱传法的真意。老母娘娘，伊落甲遮尔清的心嘛，这点只有咱的能量尔尔，
咱的磁场，啊，磁场就敢那风，咱看无啊。啊，这则是用元天元神啊，咱所有的正法啊，出神。在世间，咱只有用清净的心来感应啊，咱才有这种灵魂的灵气。敢若亲像真温暖、真自在，即种心定是咱原始的灵气。我取着老母伊的元神啊，一条正天的灵气，见着孙家的心情，真原是灵天啦。回出正大自在了，真灵是天意，无形是通心。爱我有这么正的天缘，真理是天灵性，显露是上天性。爱咱有阮的本性，这是清净的法界，嘛是咱来讲着顺母原来呀，得着清净的天意呀，咱来向无形通心，是咱一条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安静的心，无形的灵气。咱来走向先天的顺定，是咱这点灵魂的发生。咱再来讲顺加显的证，对着原来的本意。阿母阿咧讲慧灵这条神呐，是咱安静这个天意，无形界。予咱顺伊的性，这是咱印这条正法的灵架，咱学着清净这个本性，真理的天意啊，是咱行出灵的心定啊，咱有这条无形的天意啊，这拢是照着神。我以正法，这个天缘啊，是咱心清出天缘啊，无形咱的罗心啊，一条会当印的，只有咱人，你才清解到源头，将着咱的元神出心啊，这是咱罗家的灵气。甲天明是相共，是咱以元天元性来悟出着世间咱即尊神，是咱用着无形体啊、无形相、无心来印啊，这则是咱相通的法界，大家拢相共自在啦。真灵是天元神，罗家则是灵性，转着清净的天意啊，灵源本灵来，慧灵出家自在啊，天元本性是天理啊，掠定清净顺心。有咱无形顶落来，有咱无量清天神，灵魂有正法界，因咱心灵原在啦。一条清净拢是天意，咱有罗家慧妙的心，这是咱清净的天界，是咱转着。灵源的自在呀，这点灵气的本性，咱来出家
显神，你有这么稳的灵性，咱要顺着清净的心，在咱有这么啊精的天意，咱只有看见这条本性，直达咱的心稳落来，咱照现世，咱的神出入。在咱即马这个心的灵感，你照原来这个力量。今日我爱是清家己的脑神，接到原来这个武器，我才会当通咱这个原来的心，是咱有安尼这个成分，我才有这呢啊顺的气。来代表着母牛这条原神出现伫这个大虚空，这是咱儒家的灵气。母牛一世人，我才有这呢啊清净的神安伫我的心诶，是咱正法的灵气，是咱一点灵光顺心。真理是天灵来，飞出元天则是自在。这是咱一条一顺的心。我爱是清净，这个天理掀开着咱家己正法路线。这是咱原始的心。在世我要讲的是灵界。现着咱这么清净的天理，是咱顺着母啊的灵性。你再来讲顺家安静，真元的灵气，我爱顺着通灵的心神，拢是显明咱归元这么清净，这点灵气。的顺性，咱爱落家稳定落来，是咱有这么清的灵气，嘛是咱看现无形的通灵，是咱今嘛这个灵感，灵是永远伫咧啊，所以讲咱对灵来直接约，咱才知影灵的电波。伊会当控制咱规身人，影响到咱的边啊，所有这个人的心、甲灵的表现、表情，这是咱回到无形界。咱知影这个气中啊，这个气中有神啊，是咱用安尼来表示，你才知影讲这个无形，伊是另外搁一层的世界。我用安尼来讲，我才有这个气流，直接相通，直接连接，啊，这才是咱讲的灵魂灵性，咱穿甲原来迄个模样相共，是咱以无形这个天性，引着我的心，合无啊这条灵性，这个天理。只有一个合，咱才会当归这个空，顺着咱的灵，伊来相通，来相应，安尼咱才有共款这种滋味。现主时，咱咧讲的是通灵，嘛是咱的本性相通，嘛是咱的合心，这是咱自在这个灵气。因为老母也给咱，咱心有老母，这才是咱度化咱的灵性。世间通灵啊，这么啊清净，真元的灵气，使着咱灵中这条心啊，这才是咱团入咱的清净。这是顺甲无形相通，我用着真心。来放，才会当行清家己的心头。
拢是原始的灵魂，拢是老母伊的韵啊，是咱这么稳定这个灵气，搁再增加咱的心清净，咱的天意无形，爱咱讲天空啊。所以咱只有用心来代表无形这条灵性，结清啊，咱的本性，是咱以这点灵气啦，咱再来讲顺着通天的本性。我有一条回母的灵魂，在世我只有用心来传，真理应法是天意，若能出现，则是无缘。天意有咱的灵性，转过着通清净，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是我搁再印回来，顺着先天性，这是咱传法的磁场，应该咱的心内底知影这个是真多。我爱是这个电波，伊才会当影响我现住时的心境，这是咱的内境，心内底，啊，这是我即马知影的，啊，报告予大家知，啊，咱若有这种心清有无？啊，你这个真境，就出自你个人的心头啊，是咱有安尼这个灵气，我再来行。先天的清净啊，真源是天灵性，有咱原来本性啊。先天伊拢是相同的，的心态啦。啊，今仔我讲的是咱的真心嘛。世间的心会走来走去呀。啊，咱今仔这个真心，只有向老母才来报道啊。照老母伊个频率，照咱即马即个韵律，安尼咱来解传出来啊。所以讲，咱咧讲个即个道灵，伊是有气质个啊，伊是会当顺着咱即马即个音律个啊。即则是咱咧讲个电波啦，啊嘛是咱个心嘛，爱有即种滋味啦。安尼，这个心才舒服啊！修行就是要咱的心会当安慰，啊，照着先天这个气，啊，咱这个心才会当平静，搁清楚。啊，这才是咱抓定在世间咱的心有无？有发酵啊，有这个功能啊，有这个效益，是咱这条。清甲原来啊，咱的本源本性，啊，这才是咱的出神啊。无形伊爱咱用着在世间的心，向着咱的虚空，你才有这么清净的本性，代表金庙这尊元神，这个是咱的天意嘛。要倒转来，咱的原形原体，是咱顺着清净的天元，末一转，咱这尼啊清楚的脑神，真灵的天界，使咱清净原在啊，度咱有秒的灵气啊。显开，则是咱的本性。咱有这点灵魂的灵性，再来讲到清咱的心。你有这么啊顺的灵性，我再来行无形的本性呢，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理，带有咱老母伊的真意呀。是我即马了会到，啊，我才有这条
清净的天，伴我这条灵魂，这是咱先天的气质，嘛是我今嘛用着原来咱的本性，行出着咱的灵魂，这个灵气，是咱行向先天的清净，咱才会当引着老母伊的元神呐。啊，这是咱出现在世间的心，你向着咱的灵，清甲原来这个本质，这才是咱儒家清净的心呐。这是直接的，清净的心就是安尼，唔是文字，唔是听人讲的，即嘛这是上实在，咱的心。是真正明了、清澈的，这才是咱的特地啦。咱知影心以这种清净，现主时这个滋味、这个现象，这是咱用灵感。所以讲，我用着真理来传，咱家己要讲的出定。是咱照着先天啦、啊，来补着我即马讲会出来这个情况啦、啊。啊，这若无先天的意，我个人都无法度讲气就对啦。所以讲，我用着原来这个灵气，金母啊，伊要我传，现主时啊，咱的来源来了，是咱一点青天的真。只有母娘啊，伊才有够力，伊才有这个权力，让我这个心讲会出来，传会出来啦。啊，这是修持者，咱所有讲你感受袂到呀。啊，我即马感受会到有无？啊，来讲开啊，来甲讲破啊。啊，你慢慢，你这个灵就约起来啊。啊，灵伊是自动化的啊。啊，咱人这个心，你爱放会开啊，你的脑神有无爱清净啊？规身躯的力才会当安尼，这顺序就对啦。是咱原来这个灵气，咱再来讲顺着通天真法的灵气，咱爱是清净这条心，我有这尼啊稳。的灵性，再来讲团先天的无心啊！你有这尼啊稳，这条灵气带到这尼清净的心定，一点有顺的灵性，咱来行向清家己的心。在咱有这尼啊清净的天，我找老母。伊咧讲的灵魂啊，真元本意是灵落性，甲咱转则是现世神。咱有一条灵魂，因为即马才有这个气啊，我才有这个灵的神出现呐、啊。若无这个气，啊，我就无这个电呐、啊。所以今日有这个电波，啊，我才有这个波动啊。照这个电力啊，来引着我这个神出来虚空啊，啊接受着咱今啊灵气啊，老母的真元啊，啊我才会当来讲通啊，这么自在的心现光啊，是咱这个公道心啊，公平的心啊，公信力的心啊，啊这才是咱传灵，照着咱的天光。照着咱的地庙，照着咱遮个上高层的遮个灵魂呐、啊，安尼咱再来讲团嘛，是咱爱有这点灵气，会当利用着咱先天的智慧神，啊，这才是顺着清净这条灵气，见着老母伊的元神呐。真理是天灵来，助咱清净慧在，
这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我爱传着清净的顺心，这点灵魂的天性，咱爱看，才是稳定。有咱母娘的本性，我才来走向这么稳的天性，拢是直通咱的法界，引着咱的心，这条灵魂。我有这条清净的气，拢是无形的，气咱看无啊。啊，只有用到即马这个气的波动啊，安尼我才有这么清楚的脑神恢复咱的本来迄点真。这个天理就是要让你行，愈来愈真。所以讲，母娘讲足多呢，慢慢甲你说。说到你的心的名利，啊，只有一点来生而已。啊，咱要归家再清净啊，再得永远生伫遮，死的咱去掉啊，拢是安静这个天界。母娘伊要甲咱开破，互咱每一条灵、每一个心拢想会到的，这才是咱罗灵这个天理。咱受到母娘的教育，这种感化，咱才会当通咱的脑神电波啦，恢复到咱的正常，这种天意呀、啊，真元的灵性，还有咱情感相通，这个调频就对了，这个频率呀、啊，所以今天我。要照着母娘这个天线，慢慢引着我个人这个心线，啊，这才是咱一条灵魂的通灵啊，金线就对了，是咱这个金线，真正永远会让咱照着这个灵，照着这个神，出伫咱这个虚空啊，啊，这才是咱的引导啊。嘛是咱的阴的，嘛是咱的阴电呐。有这个电波嘛，有这个磁场，伊真正，互咱知影这个力量嘛。啊，这是无形的啊。你无形静到遮，你心放会开有无？自然的能量就补充咱啊，就来应咱啊。这是咱在世，你要照着无形界这个力量，今日咱才会当成啊。本来迄、那个本质啊，这么清净，这是咱道灵嘛，灵的大世界，伊咧讲的通神，是灵魂这个天意，要悟出着咱人在世间相通这种质。今日我顺着通灵这个天界，要恢复着咱的本性，老母啊！这种品质，啊，这才是咱通灵这个天界啊！咱有这个德行，老母也是德嘛，啊，咱德爱配合道嘛，是这条灵魂伊要来使用嘛，咱才有现主时的境界嘛，咱这个心才稳一定永远嘛，是咱以这条灵性要来采用。正法的神啊，真理是天灵性，予咱顺甲心内这条本性嘛。无老母啊，这个力我都维持袂遮尼久嘛。但是母娘，伊一直甲我饲掉咧，啊，我家己这个力会一直生嘛。啊，咱以后。这个灵就是同款有这个难嘛，啊，这才是持久啊，是咱要来讲到咱的灵现主时的进步啦，啊，这才是咱真正灵修啊，天步啊，一世人咱行会自在啊，会平直啊，是咱灵魂伊的灵性啊。自然抽遮来补遮啦，
买互伊亏欠啊，买互伊，加上咱人生嘞，有无？验会好，验会无好啦。这就是咱道灵这个天理啊，要教到咱的心会平和，是咱这条清净的灵气，转着咱的心灵现在世啊。这才是咱通灵，咱真正的显白。皈依的皈有无？就是爱显白，返白倒转来，是咱安尼才知影讲灵魂。咱要皈啥？皈咱家己，安尼才有法度依咱这个大法体。咱拢是共一个体嘛，共一个根源，共一个本生的嘛。个人若找会转来，安尼就是真正符合。契合咱现主持的灵修、灵精，恢复着先天咱的本性，啊，这才是天意嘛，是咱搁再顺着清净的天，咱才有原来母娘的性，真源是天灵气，落着清净，才是现世性。有咱这么啊稳的灵气，咱再来向顺着母源的心，啊，这是咱的天灵啊！阿母啊，伊爱咱这么啊安静，是元天伊的灵气，是做着咱这么顺家的心啊，真元的灵性，显露青天的本性。咱有这么稳的灵气，是咱主宰母啊伊的天性。我再来讲顺家这么啊安定，咱有原来的灵气。你再来讲顺家现主事，是我有这条正天的灵气，是你搁再通清净的心。灵源的灵性，你爱行清家己的心。我有老母的灵气，再来讲着通灵顺咱的心神，这是咱有稳的天界，嘛是咱来行稳定的自在，真源本意的天性，现咱有路元神。是咱以清净这个天性，因着咱原来这个真，因为我爱是本真原真，啊，这才是天真，拢是自在的灵气，伊赐我，就是福我，嘛是报我，啊，我今日才提出来，这个原来的灵性，过去小欠少的，才会话啦。啊，这才是咱真正心的底目啊！今仔我爱是这个问题嘛，我家己问家己嘛。啊，今仔我心就有家己的答案嘛。啊，这才是来完成嘛。你画出着这个题，你未心未疑嘛。是咱家己爱劝家己啦，救家己啦。啊，咱的心才有信用啊。你这个迷失才会放弃啊。咱的迷有无？要予失格就对啦。但是咱的神有无？要予伊敢若亲像浮起来、用起来安尼就对啦。有这个胆啦，是咱顺着咱家己的心感。今日是咱的真心，才会甲咱的心来传。咱的心才会当受到安尼保护、安尼牵加，安尼才会巧。今日咱是要知影，搁会知影要安怎做啊？做了，你要搁用着现主持的现景，啊来传予大家知影，报大家知影，这个好康影。这才是咱灵魂的灵气，转着咱通天的清净，真源是灵天理，道灵是无原性。
爱咱有定遮尔啊静啊，这是咱顺着青天的真气。老母啊来讲着灵魂遮尔清净的心，咱有回着这条灵性，再来引着咱通灵。我有遮尔啊顺加的灵气，咱再来向着这个天。是咱原来这个灵性，是咱引着清净的本性，老母啊，伊的灵驾，我再来讲着通灵显的清净，这点则是咱的顺母，是我爱有遮尔啊稳的灵气，咱则带有先天降之灵，是咱照着母娘的话。我会当顺甲遮尔清净，听老母啊这本经，这才是咱儒家的灵性，恢复着老母这个经本来意就对了，经内底意思啦，是咱才会当讲到通天的法界，老母爱心经助咱清净自在啦。主宰就是大勇大悍，这才是咱回到咱的灵气，走向着咱现主时的心。我爱是这么清的电波，照咱原来走入来这条灵性，这是显露咱真理的灵性、真心的表现，真法。拢是天性，爱咱向的，则是老母的神。有咱遮尔啊稳的灵气，咱只有向着咱即马有形这个身躯的外口，这个大自然，是我以正天的灵性，是我的心胸该展开真元的灵性。现咱顺加青天，无形是正天来，团灵清净，这是咱的本性，是咱儒家这条灵气，再来引着通灵，咱的本性。阿婆啊，伊是清清净净净净，白白白，滴滴滴。这才是我儒家的灵性，一口气，我就要照老母安尼来使用，啊，这才是善用。所以讲，我爱是清净这个天意，敢若亲像伫遮过境离异，我想到母娘安尼甲我做，互我会当用到在世间的方便法，安尼来办。所以讲，我逐天受到母娘安尼牵、安尼教，我的心就会自在。因为只有这个天宝，才会感应咱每一个人的心灵，这才是咱的平静、上公平的、上平等的这种真法，是咱使咱清天这点性，要让咱人的脑神会稳固。今日咱只有照着母娘这个法力，法力无边嘛，安尼咱才会当有这种体会，有这种正思维、正精进。不应该就是要咱有这种正念、正定、正命、正业、正见，啊，这才是导咱的脑神，你会当恢复青天咱的本性，是咱这条会当应然的。啊，这是真气呀！当然真气，你才有真心嘛。啊，你这个运命才会转呐、啊。是咱以这条生命要转起来，着咱的本性、咱的性命就对了。啊，这才是咱慧灵嘛。灵是性的啊，咱这个生命是在心嘛。是咱用印的，你才知影有这个颠簸，
有这个心内底的真团，是原天本意，是咱开灵路性啊。今仔只有咱的心归着咱的先天真灵啊，不应该，伊就是用电波，用着咱即马这个感应线路，咱才有这条清净的天性，直接体会咱的念头。今仔只有母娘伊的灵性，带我倒转来开发这个先天。母性伊是清净的啊，无干扰的啊，无烦恼的啊，无拍架的啊，无弯弯翘翘的啊。这则是咱儒家的灵性，集团先天的本性。灵魂伊只有这尼啊清啊，所以讲我讲的是道灵。这条灵性啊，引着咱个人心的灵感，是咱会当有安尼的感动感化，咱才会当受到通灵这个电波，驾着咱即马这个脑神，你会当通驾这么快的自在，是咱引着无形这个天理，慢慢行着正法的神。啊，无啊，当然爱咱每一个心神拢会自在啊！啊，这则是咱一世人的修行啦，嘛是咱今晚咧讲的咱的修行啦。啊，这拢是通灵啊，只有咱的灵则是永远啦。所以讲，现诸事的有形的，拢是短暂的，真短。有人咧讲夭寿，就是这个夭，夭就是短。修就是修长的，今仔日咱要让咱的精神永远待伫世间，咱的名芳、咱的荣誉显得出来，啊，这则是真正的神，伊是永远的，伊是长生的，不老的，这是咱通天的法界啦。过去秦始皇有无？伊做皇帝，伊要永远袂死。唔知派祈福有无？要去取迄个长生不老不老草啊！唔知祈福有无？带3000个，查甫的、查某的各3000个，啊，再去找长生不老草啊！长生不老草，就是咱的心的内底啊！你的丹田咧经营啊，这个灵伊咧大，咧养咱灵的，啊，这长生不老草。真希望家己都无法度开发，啊！只个气候要去倒摕长生不老草，所以讲伊只有住伫伊只要去找迄个岛啊。人咧讲讲日本，迄、那个日本岛就对啦，唔敢倒来嘛。所以讲一个人心也袂平静，你要去倒位啊取长生不老丹呢？所以今日咱爱家己好好啊想，家己心内底就会当经营啊。就当自力啊，和即句禅拢是粮草。啊，粮草，咱有心病，有心的困难，啊，咱就听我家己治家己。这才是咱通天的法界，老母娘娘助咱家己会当开困，咱的先天本性之啊。好啊！
啊耶啊哦啊咿耶嘞嘿，哦耶嘞嘿咿嘞嘿咿嘞嘿咿嘞嘿，哦啊咿耶嘞哦啊咿啦啦哦耶嘞哦耶嘞，哎啦啦哦啊咿耶嘞耶啊啊哦啊耶哦耶哎啦。哦啊咿呀啦咿啦哦耶哩咿哩哦耶哦耶哦耶哦哦啊咿耶哩哦耶哩咿哩啊啊哦啊咿呀啦啊啊耶哦啊哦啊咿耶哩咿哩哦。Yeah.